如果真的合约当天啊，因为他有说到，就是说你好像有什么要签他，为他开一间公司啊。我来讲哈，黑龙断肠取义啊。我讲真的吼，大家拢介意，你知无？因为伊是用投票的，所以你讲大家真期待，啊，气氛真好，就是讲哦，今仔日哦，大家真无简单哦，会当来邀请伊来。哦，安尼以后我嘛要开一间公司，以后有办买个，我嘛要请伊。哦，你够棒的咧！出来，恁拢免问我去办讲，什么留联络的方式，对不对？哈，我出得较久，我若做呢，就是做活动，如果在同场的活动，然后迄种吼安尼，表现优秀的、优异的这演艺同仁，我拢会请我的助理还是经纪人，伊老伊还是伊跟经纪人吼留电话，大家互相报定，你知无？所以做定啦，好啊，推荐。你会一直坚持说，你不是有碰到他？可是没有啊，就是没有嘛。这个没有模糊的空间哦、喔。到底有没有把歌词改成？不够时间好好想。哦，改。你记得五月人，伊要哪想我去演出？我拢希望用来台下的观众是笑，台前的头家是笑。我感觉每个人心中啊，自有一把尺。Only You 的这八次大概跟鸡排妹八字不合，从1月30号尾牙性骚风波开始，各说各话。自场面火爆声明会后 ，Only You 3月11号再开记者会，不仅神态清爽，还瘦了一公斤呢。但大家最想问的还是他和鸡排妹之间的恩怨情仇。其实那一天我在地下室的车上，啊，我讲今天我那是连败。顶头发生啥物代志，其实我拢唔知道，我困了。因为对啊，我眯一下，我就是眼睛虚了一下，所以顶头发生啥物代志，其实我拢唔知道。我说实在话的哈，在台上的那些都是效果的互动，并没有不妥的一个这个言语，何来道歉之有？我交朋友啊，如果伊若是和善的，足好个啊。啊，若是安尼企业呀，像你感觉，企业你毋着准备。你卖问我，我毋是讲你有嘛？我妈足好，六字那个咒语还足好。我妈你陪你哦，哎足好。我妈是我的幸运物，你知无？All the money, pay me home, 所有钱拢在阮家，对吧？啊，无啦，我爱讲啊，伊就是听听，啊，我看到一万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抱着，不是啦，我安尼我就是阿妈抱，捶墙壁啊，捶墙壁啊，新年就是一个新的希望，就是说过去不好的、不开心的放过。啊，你今麦有牵手无啊？今麦就想要有牵手，但是就是安尼暗边起来电话不要丢，看卖有。提供贝亚虔诚的弟子利友结束记者会后，就坐上要价近千万的黑色宾士车子，一路向北来到万里吉安宫，要来给关圣帝君请安。他和两名西装友人下车后，留下大概可以一打十的威猛保镖兼司机守着名车，顺便逐一检查有没有可疑的车辆。跟着换座，小编隔着荧幕都觉得怕。八大宫庙再怎么庄重，民生解放这事可是憋不得。狗仔等了十多分钟，才看到 Only You 再度现身，缓缓从厕所走了出来。至于 Only You 和老天爷许下什么愿望，就留在宫庙里吧。娱乐动新闻，感恩祈福，成为一个开心的人。报道。